要么无可取代，要么与众不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迷奢俱乐部，我是曹瑞，与你一起分享有态度的生活方式。现在的爱马仕似乎已经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，比如什么口红界的爱马仕、面霜界的爱马仕等等。爱马仕作为奢侈品界的顶级品牌，已经是一种价值与品质的象征。然而把档次拉满的爱马仕，除了精湛的工艺外，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珍稀皮革。鳄鱼皮，皮革中的黄金，以顶级奢华稀有著称。爱马仕所使用的鳄鱼皮大致有三种，在烫金 logo 旁标志着这个方块口符号的是养殖的密西西比短吻鳄鱼。短吻鳄鱼性情比较温和，鳄鱼皮的鳞片中间方，两边圆，皮面纹路不规则，纹片很大且没有汗腺孔。价格是三种鳄鱼皮中最便宜的，标志是两个点的，是尼罗河鳄鱼皮。这种鳄鱼生活在尼罗河流域，方形鳞片多于圆形鳞片，方形鳞片的纹理比较整齐，相比于其他鳄鱼，它的腹部着色效果最好。因此我们耳熟能详的喜马拉雅鳄鱼皮 Birkin 就是采用的尼罗河鳄鱼皮。倒 V 型标志的是顶级澳大利亚湾鳄，它被认为是爱马仕皮革中的 No.1。 这种鳄鱼的鳞片分布均匀，从均匀的方形过渡为一系列的圆形珍珠纹路，每个鳞片有一个小点，排列最为整齐美观。由于湾鳄的性情勇猛好斗，所以多为野生或者单独养殖，因此它的价格也最为昂贵。要么无可取代，要么与众不同。欢迎订阅迷奢俱乐部，明天见。